这好像可以打得到哎，这里。哎，还有个过去了，没打到他。哎呀，瞄边了呀！这都没死吗？厉害！我说你为什么要去给他送人头呢？给我人头不好吗？这是干嘛？他你我看不见你呢啊？干嘛呢，哥的？算了，这喵的不你。在箱子里面，他可能没药包，他，反正他都不敢出来。对了，你队友躲哪去了，兄弟？队友躲哪去了？是这个赔率，不是那个，这个是开赛赔率。你压哪边都是你，都是你的那个，就是那就是你压的时候嘛，压的时候什么赔率就什么时候，这不分盘的也可以玩了。这个竞猜不用分，因为旁边的话，不会有人开猜了，我这已经八杀了。你们现在可以往15杀那边开一开猜，反正赚的鱼丸都是一样的。一级粉丝牌帮他们办，五级粉丝牌的话好像就50块。干嘛呢？看不起我是不？一个个，干嘛呢？这是。
那还有个人在我这边。我试试黑。对啊，买的是别人的赔率啊。这个就得有姿势不错呀。你们不搏一搏十五杀吗？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呀，说不定我工作一波树上楼就凉凉了。普通。哇，哇，三个头。改变了，哈哈哈，来飘了这枪。不过他们队应该是凉了，这台面他们倒了一个，打到我脸上。要是不救的话，那这个救的话，那他们队必死。这还有人在打。还是有点慌的，兄弟们，不射杀了，还是有点慌的。这波不好说呀，
不来人丢不到的。啊，丢不到。他们如果搁那卡视野的话，我过不去的，你们知道。我们这边也不开枪，好像就在卡我呢。他们好像就在卡我，并没有杀人对象，在卡我。山上打的，这里不上进去。还是给他卡我呢。太危险了。买啥的用 M4 少，762这么远有点压不住。他没停吗？那98K 女友，我的天，人都能放弃这人。中楼的时候先丢燃烧瓶是最明智的，因为燃烧瓶的话是直接可以受到伤害，燃烧瓶可以防止对面卡视野，你们知道吗？像这种卡视野打你比较舒服。这人呢？又开了。在其他房子里，应该是他队友。我操，受不了了！我已经是受不了他了，我已经是受不了你了，还搁这趴着。这个人应该就趴厕所后边了，我去这个山上看看能不能给他治死。厉害！
我操，他们天命呀、啊！我靠！我说车还没油了，搞个锤子啊！我操，他们真是一队的，厉害！四打一都打不过，玩什么游戏啊？四打一都打不过，玩什么游戏？3800的伤害，单手。